我知整啊，其實都，但我平時自己出街我就唔會化妝嘅，咁但係每日自己嘅儀容都會好好打理一下先出街嘅，咁樣係。中意襯衫襯鞋。都中意襯衫。咪搞好耐先出到門口嗰啲。又唔算喎，我通常咧我好得意嘅，我會前一晚諗定啊，聽日應該著咩咧。跟住就唔著嘅。唔係都會嘅，即係譬如咧，我會係啦，我會諗定我有一條褲好想著嘅，咁我可能我就會圍繞住嗰條褲啊，我應該襯咩衫同襯咩鞋，咁我就一早諗定咯，因為費事出門口嗰陣時咧臨急臨忙，跟住又係冇襯過啊嘛，咁所以我前一晚就會諗定。團歌反應好唔好？團歌反應，我好似聽聞大家都覺得。即大家都會討論咯，可能比較討論得多嘅位置就係中間有個變奏咁嘅位咁樣，即係我覺得反應係比較兩極啲咯，即係會有一部分嘅朋友好喜歡，一部分嘅朋友就會覺得可能未必聽得慣咁樣咯。咁但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音樂就係即係主觀嘅嘢，大家會肯去聽、肯去討論呢件事已經係好開心。你好似個人單曲20首嘅，係啊，20首到而家。有咩好慶祝活動啊？冇慶祝活動，我等到100首嘅時候先再慶祝啊！係啊，會唔會都想出個人專輯？會啊，會想出個人專輯，因為越快越好啦。咁同埋因為點解會想出就係因為我自己寫咗好多 demo 嘅，我有一日睇翻電腦啊、電話咁樣，其實有過千首咁樣。咁但係有啲係啲風格可能會比較 so call 叫做 side track 少少咧。咁有陣時而家喺單曲嘅年代就會可能未必揾到一個好好嘅位置或者時間出過一隻歌。譬如我啱啱新歌作咁樣，咁、那個風格都係唔同啲嘅。但係就係咁啱今年自己有一個咁嘅 planning 咁嘅 storyline， 就可以出到一隻特別少少曲風唔同啲嘅歌咁樣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真係要出 album 嘅時候先可以出到多啲唔同曲風嘅嘢俾大家聽。咁會唔會即係？即係都約咗阿監製食飯，會真係計劃拍拖演唱會。會有啲事情喺度討論當中嘅，因為其實Tears 呢個演唱會係即係台前幕後大家都用咗好多嘅心血啊，好多嘅愛去造成咗呢個 project 出嚟嘅。咁所以我哋係好希望可以俾到更加多嘅觀眾睇到呢一個 concert 咯。咁所以係希望有啲嘢會發生。即係就會走浮啦，想就一定想嘅，因為我覺得越多人睇到越好，因為當中有好多嘅細節啊，或者信息啊，即係好多嘢都想俾觀眾睇到聽到。有冇留意下你啲隊員佢哋啲戀情啊，感覺好豐富，佢嗰種感情好豐富啊！我真係冇留意。同埋係啊，啱啱有記者朋友問我先知道嗰啲，因為我好少。玩 social media 咧，好少跟得好貼啊，咁所以有陣時都係大家口中講翻俾我聽，我先知咯。你唔關心下佢哋嘅問啊？唔係，我唔係唔關心，而係即係另一種關心就係俾空間咯。即係我覺得可能嗰啲佢哋嘅私人事，不論係咪事實都好，都係屬於佢哋嘅私人事啊嘛。咁我就不便過問，同埋不便去討論話太多咯，落台都 comment。咁所以。有冇覺得戥佢開心啊？阿朱即係都俾人影到，即係行街街。我覺得佢哋開心，我係開心噶啦。即係可能大家無啦，即係不論係喺自己想 achieve 嘅嘢上邊，或者即係總之日常生活上有嘢令到佢哋開心，我覺得都好戥佢哋開心。你會唔會都祝福阿伊達追到林明晶啊？快啲！祝福佢咩啊？伊達追到林明晶，追求成功。哦，如果佢想嘅就當然祝福佢啦。即係喺最緊要大家心想事成啦。即係咯，有啲乜嘢目標或者？事業上、生活上嘅都希望大家可以順順利利。嗯，咁幾時到你啊？幾時到我咩啊？又追到自己嘅目標啊嘛，即係出碟啊，開多啲嘅 live performance 咁樣。唔係感情生活上。我暫時真係冇諗。
而家係好，因為嚟緊都有啲令到自己好興奮嘅 project 會發生，咁所以真係全副心力都擺喺 focus 喺呢啲 project 上面。有冇話中意咩女仔啊？如果要即以前可能會覺得啊，我對於某一類型的女仔好像是比較有好感，但係而家其實坦白講真係冇，即我覺得係溝通是很重要的，咁同埋係即嗰個內在的嗰個交流咯，即大家會不會是有同頻率咁樣去可以synchronize到呢樣係比較重要。玩音樂嘅女仔啱唔啱？我冇咁諗過喎。同埋以前好似亦都冇另一半係話玩音樂，所以係冇話特別要求我要點樣點樣，都係嗰句，即係大家同頻率溝通到，靈魂交流到咁。Soulmate。係。嗯，嚟緊 Mira 成軍六週年有咩慶祝活動？嚟緊 Mira 成軍六週年，我哋都會有一連串嘅慶祝活動嘅。咁啊，應該喺嚟緊十一月嘅時候都會好多機會同大家見面咁樣咯。以我所知。會有見面會啊，係啊，因為都難得都答謝大家，即係六年後嘅我哋成軍日都仲可以同大家一齊慶祝，係好開心嘅一件事。